大家好，2018年围城国际世纪大预言系列讲座，好，我们第一讲开始。啊，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讲的还有圣人出世的典故，这里会提到的是我们所谓的拈花微笑。那拈花微笑在禅宗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典故。那这个拈花微笑又潜藏着。一个圣人出世的天机。那在我们给大家曾经印过的资料里面呢，啊，这个所谓的古圣先贤先知们预言里面呢，啊，我们各位可以看到有这个八张图。那非常重要的第一张图呢，啊，左上第一张图呢，这个是讲到《妙法莲华经》的事。那《妙法莲华经》的事也会讲到所谓的弥勒圣人的出世。那最重要，我们今天呢，先谈这个拈花微笑。那拈花微笑，因为这个是大家所能想的啊一个典故哈。我们一般来讲啊，不见得是说你只有出家人啊居士才知道。那么一般人呢，也对禅宗这个议题呢，这样的公案呢，也是非常有兴趣，也都会看到这些故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所能想的，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哈。因为拈花微笑这个事情，我据我所知道呢，在很多的时候呢，看到啊，我们有很多人在介绍这个拈花微笑。那这个拈花微笑过去跟现在是啊，我自己的认识呢是有很大的突破哈。因为过去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拈花微笑这个拈的花是什么花，第二个是。他这个拈花微笑的典故出自于哪里啊？出自于大梵天王问佛解疑经哈。那这部经后来在网络上这个查过哈，他这个是也被证实了。王安石哈，这个王安石先生呢，他这个曾经在皇宫里面呢看到这个这样的一部经呢这个讲的他看了以后把它记下来，所讲的就记录起来了啊，在那个禅宗的那个人天眼目哈，第五卷哈周门杂录里面有提到这边的事情。那其实最重要就是他这个大汉天王问佛解疑经里面的一个重点的摘录出来，光是摘录出来的这一个段话我觉得是影响深远，非常非常深远的哈。那我大概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拈花微笑，他这个所谓的王安石先生呢这样的他看到了大梵天王问佛解疑经里面的一个重点他讲了什么东西哈。他说大梵天王自灵山以金色婆罗花现佛，舍身为床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人天百万悉皆往错，独有金色陀陀破眼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昏覆摩诃大迦瑟，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所以密藏世间无闻者就主要的是提到说这个经典呢，其实主要是讲到皇帝这些帝王问佛的事其实是大梵天王一些菩萨们呢请佛说法的故事。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拈花微笑的这一段这一段。那其实他拈的是什么？金色婆罗花。金色婆罗是什么？优昙婆罗花。那这优昙婆罗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只有大迦瑟知道大迦瑟其实一般罗汉呢宿命通只有500年，那大迦瑟其实他的根基来历呢都非常高。曾经有个故事是释迦牟尼让座在讲话中呢讲得很高的时候呢故意让座呢希望大迦瑟呢用他的话
啊，把释迦牟尼的话哈、哦、再讲一遍给啊众弟子听哈、哦。这个可见呢，这个所谓的啊所谓的释迦牟尼佛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呢，啊、请大家设呢他的一个啊后来进来一个哈、啊、一个弟子哈、啊、非常独特的弟子叫大家设，修苦行的这个啊陀陀行的这个大家设呢。来坐到他旁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啊，那也显示了大迦摄的他本身的啊境界层次呢，啊是有相当啊，所以呢，在这个金色婆罗花优昙婆罗出现的时机，它应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天机，就是弥勒下世的事，弥勒圣人下世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罗汉只有500年而已。这个事情要到2500年后的我们大概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是也是我们这一次呢，你我今天呢拥有一个人的身体来这里听得到这些天机的演说出来哈，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哈。有佛出世的时候，你还有人的身体，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啊，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就是我们累世中以佛结缘的啊，结下的因缘啊。今天结者出世的时候，他在成就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有幸能够啊共襄盛举。那优昙婆罗花这件事情，其实在目前我们这个人类空间的现代哦，现在这个。啊，这个是西元2018年的时候的前后，啊，已经出现在非常多的朋友的啊家里啦，啊或他们的车子啦，他们的很多的器物上，因为优昙婆罗花，它这一个花是一个很奥妙的神花哈，在另外空间的神花，当弥勒下世的时候啊，这个它就会示现出来。那视线出来，它是很小的，很小的花哈。各位可以看到照片上的很小的花，然后其实啊，小白花啦，非常漂亮哈、哦。那我也亲自看过哈、哦，那是很不可思议的，它能长在很多不可思议的啊地方哈、哦，玻璃上啦，或是塑胶上啊，这个啊，连那个保鲜杆啦哈、哦，啊，还有那个铁柱啦。啊，墙壁啦，哎，树叶上、水果上，啊，花的叶子上，哎，都可以长，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哈、啊。那也许有空哈、哦，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网络上的新闻哈、啊，哪边有看到了，也许你有眼的可以去看。那这个花，因为弥勒下世这一次以圣人下世来讲，这个是普度众生的接着下世，所以这个包含很多的视线都非常不可思议。真的跟我们过去像释迦牟尼佛时代呢，这个度人的方式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哈。那后面我们会陆续跟大家讲到说，这个弥勒圣人啊，他与佛成大法啊是怎么修持的哈。那今天讲到这个莲花微笑的非常重要的主角，就是金色婆罗花，也就是优昙婆罗花。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大迦摄啊，大迦摄。那主要的这个当然啊，大梵天王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哈、啊，请佛说法，为众生说法，为众生请求释迦牟尼佛来告诉众生啊，未来的众生，当优昙婆罗花出现的时候，弥勒下世的天机，请佛为众生打开这样的天机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世尊呢、啊，他就是啊登座嘛，啊啊大梵天王舍身为床座，请佛说法，哎，舍身呢、啊、就当了啊，就是为座，那让这个释迦牟尼坐在他上面了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请佛说法。那释迦牟尼莲花示众呢，可是人天百万悉皆往坐。啊，其实人天百万包含他的释迦牟尼大法弟子啊，啊，包含的天上这些很多的神呢，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都是啊，就是疑问啊，看不懂。
只有金色头头破颜微笑。那一个人会看到啊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那会心一笑的时候，那当然了、啊，这个哈、啊、师徒一心呢、啊，会心一笑就知道哇、哦，这个金色头头大家是他其实知道的，他知道所谓的优昙婆罗花的典故不得了。所以释迦牟尼看到只有金色头头大迦瑟啊，他微笑啊，世尊心里也明白了，他就说啊，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丰富摩诃大迦瑟。其实呢，他就是把这个任务呢，把这件事情呢，啊、哦，这个交代给是那个大迦瑟啊，交了什么事情？当优昙婆罗花出来的时候，弥勒将下士，你要代替释迦牟尼佛把他的衣钵传承给这位的圣人。所以后来大家都知道，大迦瑟呢受命哎入定于鸡足山，在鸡足山面不能涅槃哈，在那鸡足山等的啊，这个所谓的未来佛弥勒佛哈、啊、下士。下次的时候要把他衣钵传给他哈、哦。那个鸡足山呢，其实中国呢云南那边哈、哦、大理那边有个鸡足山。这个鸡足山的典故其实非常奥妙哈、哦。从印度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大迦瑟会到东方哈、哦，我们这个中国哈、哦、达旦这边哈、哦，震旦这边哈、哦，这个很不可思议哈、哦。中土世界的鸡足山。啊、其实是对应的一件很大的事哈。那各位可以看这个中国的地图，这张中国地图呢，其实鸡足山要对应的什么？这对应的就是当中国变成一金母鸡的时候，这个鸡足山的天机将会打开。哎，这个就很奥妙了。过去中国没有成为一只金母鸡哈。在1951年蒙古独立左右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就因为蒙古独立了啊，蒙古独立，所以它变成是金母鸡。所以变成金母鸡的时候不得了，这个刘伯温啊，这个一个百年的碑文啊，被挖出来的时候啊，1915年被啊在山西啊被挖出来的时候不得了啊，特别也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哈、啊。我先把它拉出来给大家看哈。他弥勒佛透析到蓝烟物体世界，中国中中天中国金鸡木十年节庆龙华会虎兔之年到中天以木子姓，你想想看不得了，这个老道啊，老道讲话都直了、啊。哎，弥勒佛什么时候出生的？出生在哪里？姓什么？哪一年出生？姓什么？都讲了。天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资讯发达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网络，这样的资讯发达，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现代的人能更快速的找到答案。过去不能解开的谜，也许你先用点心哦，你都会找到很好很好的答案了、啊。我们把这个拼图拼起来。我过去也有一个验呢、啊，就是说，啊，人类哈、啊，这些很多的这些事情哈、啊，真相哈、啊，啊，一一把它拼凑起来，拼成一个真正的哈、啊、真相哈、啊，尽所知如所知，啊，那为大家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啊，这是过去我也一直放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吧。那在近期的这几年呢，几十年里面呢，也逐渐的发现到这些天机哈、哦，逐渐的接触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启示，所以这古圣先贤的预言呢、啊，非常不可思议。当然，我们不可能只看一个预言，我们看了很多的预言的时候，发现到非常重要的，就以推背图。烧饼歌啊，那还有释迦牟尼这个预言，还有圣经启示录呢，啊，诸世纪呢，这几个预言呢，啊，就足以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非常巨大的启示的啊预言的资料啊。那这些预言的资料的出现哈、啊，真的是都是为了人类这一次的人类能够找到这个创世圣人。
这弥勒哈。其实贤劫千佛弥勒呢，第五个佛哈。那贤劫千佛弥勒呢，这个他也诞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弥勒诞生的时候，他还不会叫弥勒啊，对，他有人间的姓氏，所以刘伯温就讲木子哈，十八子啊，十八子就是布袋和尚也用十八子来示现哈。啊，事先各位可以找到这个真正的劫者下士姓什么啊？十八子是李啊。那老道直的就这样讲。其实我们从莲花微笑讲到刘伯温喽，刘伯温呢，这个实在这个就是老道直接讲了，他出生在金鸡母，中国变成金母鸡的金鸡母不得了，各位看看，中国变成金母鸡的金鸡母在哪里？可以看到没有？看到了。你看眼睛，好，放大一点看，哪里？在长春哈、哦，不可思议。这个图啊，这个凤凰的图不是我画的哈、哦。有一天我在找这个中国地图的时候，不小心，哎，这是怎么会出现？哎，有一只凤凰，哎呀，在中国的地图上了。我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我那时候真的说，哎呀，找到了。啊，找了多久？你看了多少佛经？都可能没有想到这么类似。看到这个图了，恍然大悟，真的恍然大悟。哎，没想到说啊，《弥勒成佛经》讲到弥勒啊，他出生啊，住的地方叫赤头木城，也没有想到说赤头木城原来他过去还觉得说不可能啊，这个人间怎么会有这个城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辟易的皇室。那辟的皇室，大家联想力要够哦，你就会找到哦。原来他是金母鸡的眼睛，其实赤哈是赤头木城。但翻译经典的时候，常常赤头的赤都变成什么红白黑的那个赤哈，哎，那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赤头木城哈，啊，有些木哈，还有些东西。那字在翻译的时候跟传抄的过程可能会出一些啊偏差哈、哦、那有时候后面我们大家不知道它的真实意思哈、哦、但是就是要靠一些悟性跟联想的力量啊、哦、那我们看到这个从脸窝微笑到最后啊大家是鹿鼎鸡如山啊隐约的就想到中国变成金母鸡1951年啊蒙古独立的时候，中国变成金母鸡的时候，觉者刚好出生在赤头木城金鸡母。1951年出生在赤头木金鸡母啊，所以刘伯温之家糊涂之年啊，不是1950年，就1951年啊，出生在这个金鸡母，以木子姓李啊。各位把一眼打开这个里的时候，你是否也隐约的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僧人是谁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四季大预言哈，其实是我们已经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圣人了，但是找到圣人，其实大家太多人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围城国际在啊、全省这样北中南的参加各种展览哈、哦，还有说、国际书展，甚至在2017年啊、延到韩国首尔去参加佛教展哈。哦，还有那个说佛教博物馆博览会也就对了，然后还有我们香港的国际书展哈、哦，还有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啊国际书展。其实我们一再推广啊，我们所找到的这个预言系列的东西。那我们这个预言系列，我们主要出了一本书，就是《后启示录时代之万王之王》。因为人类到2012年12月21日没有事的时候，其实是 pass 过去了，其实很多的天机大家都还不知道。那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预言跟一些实修实证的一些啊故事呢，来证实其实这事情已经发生了。2012其实是有大事发生了，其实都被这个圣人给挡住了，就是弥勒圣人也挡住。那弥勒前面讲到贤劫千佛，弥勒不是啊，不是这个劫者在天上的法号哈、啊，对不起，宇宙的很高的层次的劫者，很高层次的佛啊，其实都不知道这个弥勒哈、啊，这个创世主，
这个弥勒哈，这次来能普度众生，被封为弥勒这样的一个贤劫千佛顺喜的这个弥勒呢，他的真实的法号，宇宙的所有的神都不知道他号啊，所以呢，包含他做的事情呢，承担为一切众生耗尽一切的这种承担哈，没有神能够跟得上，没有一个神敢承担。所以在宇宙间还有一个啊，知道他的法号叫无能胜。当各位呢，如果能看到这一本《万王之王》后起初时代的《万王之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弥勒呢？这个所谓的啊弥勒古佛呢，被称为无能胜哈，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微尘在这个适当时机呢，就其因缘机会之下，就出了这本后起初时代的《万王之王》。好，那这个封面跟封底其实有一些天机也在这边打开来了。那我今天呢，也把这封书的啊封面呢跟大家讲一下哈，很简单的几句话哈。这个万王之王过去在圣经启示录出现了，好，所以我们是后启示录时代，是因为经过2012年的大家 pass 过去的，进入后启示录时代。那万王之王啊，一般来讲，这个耶稣的弟子约翰啊，他其实开了天目了，他看到哦，这个他不可名状的一个啊一个很伟大的神坐在宝座上，那他没办法说啊，他只能讲说他是万王之王。一般人大概都是会讲说万王之王啊，还是谁谁谁讲讲哈。那其实我这里主要会告诉大家，谁是万王？那万王之王当然就是这个觉者嘛，所以西方称为弥赛亚，东方称为弥勒。啊，其实他在欧洲呢，从欧洲开始也有那个复活节的 Easter， 其实也是讲到他 Easter， 哎，对，复活节的 Easter 哈。其实就是东方圣人哈，英文字就是东方人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复活节里面，他们用兔子叫大家记住，兔子其实就是圣人1951年出生哈，木兔年哈，出生在金鸡木那边。兔子跟蛋，那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蛋也是一个启示。1994年，中国东北黑龙江一个农场里面哈，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黑羊的鹅，那有一只鹅呢，生了一个蛋，那个蛋竟然上面刻了5个字：“神已来到，王。”各位仔细看一下哈，这是真实的哈，这是历史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西方来讲，很少神职人员，很少西方人能知道这个天机，因为在中国大陆，只要是这种太轰动的事情哈，都会被阻止。所以后来农场主人哈，哎呀，太多人去看了，到最后呢。被威胁到，如果你继续这样哈啊，算是妖言惑众，可能被抓起来。所以大家赶快把蛋送走。在送走蛋的时候呢，有人把它拿来哈，就照相录影啊，把蛋清拿掉，怕它坏掉，做个保护壳。后来据说这个蛋已经送到海外来了。也许在一个相当时机，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展览哈啊，但这个人就会把那个真实的情形啊打开哈。啊，可能大家还会看得到，你在网络上一样可以查到这个哈，啊，这个鹅蛋，那也就是那个复活节为什么会有这个蛋呢？啊，那个兔子跟蛋的启示，但这个事情也是不可思议啊。应该近代的时候，这些天机统统打开了，各位用心的去看。那我们这《万王之王》呢，这本书其实啊。接下来就是他的书后面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各位，也许你一听了以后会恍然大悟，人类的由来、三界为何而创造哈，都写在这里面哈。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到绿色的字哈，创世主慈悲一念，层层下走，带着万主下界千火灵环，不得了哦！创世主其实讲的这个现在能够普度众生的哈，全球哈普度众生的这个所谓的弥勒圣人，其实在宇宙空间里面啊，为什么很多神，所有神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宇宙开一片辟地的创始者哈。那为什么要下来
啊，你慢慢就知道了。我在这个书《望王之王》的后面呢，也提到这件事情哈。啊，创主慈悲一念，成人下者，带着万主下界千佛灵环。这个万主下界千佛灵环，其实是为了一件宇宙的大事哈，它不会无缘无故的下来啊。其实千佛灵环万主下界指的是谁？其实是各位哈，各位在听。啊，听我们来介绍这个啊，世纪大预言的这个各位哈、啊，各位的因缘深呢、啊，不可思议哈、啊。人类的真正的文明史其实就两亿年，神造三界，特别把一个地方哈、啊、框起来，设立成三界哈、啊，这个宇宙现成的环境里面啊，造三界，然后众神下来奉命，以他的形象造。造什么？造人皮啊，人呐、啊，造人。那造人呢？就让天上的神下来啊，穿着人皮在人间历练。这个是天机中的天机哈、啊。那我们这个《万王之王》的书的后面呢，我们也把这个天机简单的描述了哈。我、啊、各位看了这个资料哈、啊，那这个书其实我们在博客来哈、啊、三民书籍。还有那个 Pupu 的那个电子书城，还有台湾的一些啊，我们的图书馆哈、啊，电子书的借阅上都可以免费借阅哈、啊。那很多地方哈、啊，你有兴趣呢，可以找到他的这些电子书。那你到书店去，可以看到这个书哈、啊。你光看那个封面封底，那个悟性根基好的，其实一看不得了啊，不得了。这个是这一本书可以讲是也是无价之宝哈，能打开你潜藏红尘已久的记忆啊。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叫做什么？揭开红尘系列哈，这是我揭开红尘系列003哈。那我把这个封底的主要的这个啊、讲到了描述的这个整个人类由来三界被创造，跟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创世法王弥勒下来这件事，为什么会看到这么多的佛道神，为什么啊，应该都写在这里啊。两亿年前，为了挽救即将毁灭的大穷宇宙，创世主穿越层层不可思议的天体，号召着层层天体中的法王天主，随创世主下世来到宇宙的最底层，为的是解救那即将崩溃的天体众生。大神们创建了三界，各色人种的神下世找人皮，为着陆续下来的各界法王。两亿年了，历经沧桑中，你看到了这本书，你那封存已久的记忆即将被打开，你将会知道你是谁，为何而来。一万年不能跟人类说的真相与天机，王啊，我们都将一一的为你解开。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这样前所未有的解开了三界为何被创造，为何你会看到这么多的佛道神，为什么有衔接千佛、啊、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都在这里面。其实东方人的内涵呢，西方人很多西方的神职员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东方以中国以中土来讲是一个世界中心，那这世界中心所有生命在下来的过程啊，第一站啊，按接着所说都在中国，然后再分身再呼气啊，再转世出去哈、啊，再转世出去。那这本书《万王之王》这本书，其实是围城的非常重要的出版啊。围城五年里面呢、啊，大概出版了没有超过十本哈、啊。重点是大概三本书，一本是两亿年的文明史的啊，这个所谓《异色九日》上古神话，《异色九日》哈、啊。再来就是这本《万王之王》。还有一份呢，主要是人体修炼非常重要的，就是创世主他从宇宙中带来的一个
宇宙的开天辟地的根本大法在人间传出来的法，在释迦牟尼来讲称之为佛乘大法，也就是说从佛的果位修起的法。也许大家可能无法理解说什么佛的果位修起，释迦牟尼佛的妙法莲华经确实讲到这一点，不是修罗汉修菩萨，你开始得到这部法的从佛的果位修起，就牵扯到了什么德华两个字啊。末法时期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法到2500年的时候已经到大家都看不懂了，法的传承的力量没有了，甚至释迦牟尼在妙法莲华经特别叮咛到所有弟子，也传承下来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传的是戒律，他不敢讲他49年有讲话，佛当然讲的话就是法啦，好，是佛法。可是呢，他为什么讲49年没讲话？因为真正要来讲出宇宙根本大法的这个弥勒呢，这个圣人啊，创世法王哈，弥勒呢，他下来传的话是从佛的果位修起的话，所以他不敢干扰这样的抉择，未来要准备传我的事情。当然，他是经典很多篇的批语一直在鼓励我们啊。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很多的佛教的经典，但最重要就是要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弥勒下士哈。那我知道说好多朋友其实他们总是一直在等等等所谓的46亿万年，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这位圣人哈，那这个就曾经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宇宙大爆炸的科学的这个发现啊，大家应该知道，学校学生都读过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啊。其实科学家在200年里面所训练出来的科学家，他根本不知道宇宙的爆炸其实真的是有发生哈，他不知道这是。他们以为是诞生哈，推测是诞生，其实是个毁灭。那是什么是毁灭？其实宇宙膨胀哈，大家在点那个爆竹哈一样，一点砰，膨胀炸掉。那这个炸掉的过程，其实宇宙非常庞大，非常漫长。所以宇宙中心开始在毁灭，沉住坏灭毁掉的时候，其实一直的波及到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表层的时候需要一段的时间啊，但是已经很危急了。所以呢，这个创世主看到沉住坏灭的宇宙，无量的众生，无量的世界即将被毁灭的时候，崩溃的时候，号召着他一念救度，就一念救度呢，穿越层层的宇宙，在层层宇宙号召的层层宇宙的王、天王、法王，非常庞大天体的王，谁愿意随我下世正法？什么叫正法？改变这个宇宙，不要再沉住毁灭。好，那各位如果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会沉住毁灭，微尘出版的这本《万王之王》其实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有很高的这个修炼人哈，其实他跟随的这个圣人下士的过程，在修炼的时候记忆打开来了，写下了整个宇宙发生的变化啊，为什么会沉住坏灭的原因，跟一路下来的很多很多的天机。那各位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你翻开一定会很震撼的，因为这个书就是一个修炼人修炼宇宙根本大法佛乘大法的一个学员一个弟子所写的啊，收集了很多大法中修炼的弟子的心得证悟啊，然后整理出来把这些预言哈。那今天我们从莲花微笑一起讲到这个三界被创造的典故哈，当然其实这中间包含圣人出世在哪里，姓什么，什么时候出生哈，各位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那在都知道的时候，各位上网去查，你可以查。
察得到啊。那你到我们的围城的官网啊 ，www 哈 homeway2010.com 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围城啊所整理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的资料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免费电子书的下载啊。那当然，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希望我们这个系列呢，国际呢，世纪大预言的系列讲座呢，我们就随机呢，随着不同的时间呢，我们会陆续跟大家来介绍。啊，今天呢，主要是讲到莲花微笑、鸡足山、金鸡母、圣人下至的天机哈。那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见面哈，再跟大家来描述这个。各位可以用影音，可以看到 YouTube 的影音，也可以直接听。你开了车一样可以听到这些典故的。然后你手上如果有些资料呢，有些图片的参考呢，很快呢你就可以进入状况。啊，我们今天的第一。